那那样配对了。哦，那那哦哦，对啊，因为我想说，原来他刚刚那个顺序稍微有一点变动。啊，对对对对对啊，因为你们这边歌手我卡不卡看不到，我完全都不认识。不然他在五都关里是吗？在嘉义的时候。他早是老早，差不多日本时代是。无啦，啊不，民国时代，民国时代。哦，因为因为我歌手来来去去都多，然后、而且我其实我嘛就觉得主持这个，我现在很少在主持这个，所以有时候老板呐、啊，老板他们在讲说，哎、欸，上上上哦，他说讲哦，讲得很厉害哦，啊我但拢讲完时，我改问一句，还是像，因为真的都不认识，真的都不认识。啊，有时候因为咱歌手拢走场嘛， yeah. 啊，咱手刷着走，手刷着走，其实我的脑容量嘛无足好诶。Yeah. 嘿，啊，就你跟我说你有你说你甲我讲你甲我有小度过，其实我嘛一个想做久诶。我曾经哦，班咧歌手甲我讲话，我有跟他同台过哦。我回去想三天才想起来在哪里碰到。他一家一等起，他豆豆啊笑，豆豆。等起爱豆豆啊笑哦。对的。哎，好像有一天下雨天，是吗？是下雨天。对。然后我们是伫个人个边啊来对，很奇怪。然后前天刚好两桌还三桌，你就要像现在这样子。对对对。来有来有有一点印象，有一点印象。今年对，今年的。好，那么接下来要安排什么好听的歌？抖音波铃送给大家，谢谢。什么？抖音波铃。哦，抖音波铃。哎，接下来安排这首抖音波铃，我们谢金燕的歌曲，都带来这首电音台语歌。I'm sure for you, take your own tea, I'm gonna get you